道明寺，恭喜你要订婚了。订婚？这就是你一言难尽的事情？小姐，我也是不知情啊，都是我家老太婆自作主张。是吗？你们不是相亲相爱，拉着小手要一起私奔了吗？我神经病吗？我跟那个疯婆子私奔？是我神经病。 我吃饱了撑的才会被你慢慢拉着去见证你和小资小姐的浪漫时刻。啊，我现在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。洗不清那就别洗了呀，让和你无比般配的小资小姐帮您一起洗啊。反正你们都一起跑路了，洗个衣服也没什么的吧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拉错人了，我以为是你。身高、发型、衣服，明明完全都不一样，你脸盲啊？你这女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我昨天晚上一整晚给你打电话，你也不给我机会解释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 明明你们才是一对，为什么要把我拉进来，还把我耍得团团转？到底是谁不讲道理啊？你喜欢高的、瘦的、身材好的、漂亮的，你就直说好吗？哎，山菜，你去哪儿啊？